好，下面我们啊正式来大家一起观修。那么观修的话，根据我们前面讲的啊，大家就分七步啊来观，一步一步啊，这个就是这样来啊，这个是啊来修持。前行的话是皈依和发菩提心。那么正行，我们啊这个身体的三种不善业，有杀生、不逾矩和邪淫三种。那么现在啊，大家主要是观修不逾矩啊。首先我们啊视为不逾矩的过患啊，那么分四个方面啊。第一个就说造了不逾矩的这个恶业的话，他首先会感受易熟果。啊，易熟果的话啊，那么就是会堕入恶趣。根据动机的大小不同，分别会转生到三恶趣当中。强烈的贪嗔痴引发啊造的不逾矩，会转生到地狱。啊，八热、八寒、禁鞭啊，这个孤独等等，这个地狱当中。然后中等的贪嗔痴啊引发的不逾矩，会转生为恶鬼啊，这个就是没得吃没得喝。下等的会转为盘生啊，感受这样的痛苦。那么我们前面观修过三恶趣的痛苦非常的可怕，它的痛苦是非常的强烈，种类繁多，数目也是啊，这个时间也是非常漫长。所以的话，想到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能堕入这个恶趣。那么从恶趣当中出来以后，转为人间的话，有感受等六果啊。那么幸得人生也会转为乞丐啊，别人的佣人啊，非常的贫穷下贱。因为以前我们把别人的财物偷取，让别人没有财物，感受贫穷，所以现在来到人间，自己就会感受啊贫穷的这个果报。即使有微量的财物，也会遭到强者抢劫、弱者偷盗、遗失、亏损啊、毁尽等等。或者你做生意啊，总是赚不到钱啊，总是啊这个亏本啊，最后破产。还有即使有点财产，也与天人鬼共享，没有自主权啊，自己有财产别人在享用，而且饮食也没有营养，庄稼遭受锈病、冰雹或者蚊虫所害啊，颗粒无收啊，有时候就没得吃啊，没得穿啊。所以如今在人间也是被贫困亏损所逼迫，或者是欠债被别人啊逼债讨债，这都是惋惜啊这个盗取他人财物啊，或者是不逾矩其他的不逾矩等等的这个果报啊。这个的话就说这个有的我们自己可以看看自己，还有看看自己身边的人有没有这种果报。有的自己就被贫困所逼，有的自己周围的同事同学亲朋好友被贫困所逼，这个都是不逾矩的果报。那么第三个是同行等六果，也就是生生世世都喜欢行窃啊、经商诈骗啊，那么或者喜欢偷东摸西，或者喜欢占别人的便宜，总是想跟别人在一起就拿一点别人的东西。即使转为盘生当中，也有成为爱行窃的老鼠啊、窃狗等等。尤其是啊，经盗窃微乎其微的啊这个贡品，或者塑佛像、造佛塔、印经书的财物，也会堕入寒地狱或者恶鬼当中啊。那么这个的话，这个我们啊，有的这个
例如有的依靠三宝的名义去化缘，然后把这个化缘的钱归为自己所有，这个都是不允许啊。那么若想用真金取得三宝财物，也会必定堕恶趣，这个是前面他的意思过。那么啊，这个等流果他喜欢偷盗，然后感受等流果自己会贫穷。真善果的话，以不予取之业所感，会转生到屡遭冰冻、冰雹、饥荒、灾害、贫穷、落后的非常恶劣的环境当中。所以有的地方乞丐特别多，他们的供业就造了这个不予取的业。或者有的地方经常遭受冰雹虫害，经常啊，这个就是说颗粒无收，这也是这个地方的供业啊不予取的真善果而引发的。那么特别是这里再讲了偷盗三宝、善事、父母财物的过患啊，这个的话就是观佛三昧经也说，盗生慢物者，过杀八万四千父母等罪，非常严重。宝莲经也说，淫荡生肉，终不得用三宝物。翻等经也说，忤逆示众，这是最严重的罪，我亦能救，好的忏悔救。盗生物者，我不能救，就是你盗了生物，即使你归凡了，还是要啊这个堕落，还是要啊这个堕地狱。啊，念祖经里面讲，成佛法生虽起少许，亦成重大。若不予取佛法生物，仍以彼等同类奋法。盗佛法者即得清净，盗生劫者乃至未受不得清净。就是说你盗了生中的财物，即使你归凡了，还是要感受这个果报，因为福田重的缘故。若盗食物，当堕有情大地狱；若非食物，生于啊诸欲的间歇近边地狱，或者啊极黑暗处，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可怕。那么通过思维他的过往，知道他的果报是这么可怕，如果我们不好好忏悔的话，这个恶业还有他的试用果就被不断的增上，将来一旦果报成熟啊，这个是非常可怕非常恐怖的。特别是盗取三宝、善事、父母的财物，仅一根针也会堕入无间地狱，非常可怕。比丘、沙弥在僧众当中共有的收入中取一钱银两，也将获得所有僧人数量的他生罪，就是根本罪。他生罪就是即使你取得很少，也等同于偷盗所有僧众财物的过失，因为这个十方僧大家是共通的啊。那么盗生物的话，就等于盗一点点，也是盗所有僧众的财物。那么知道这个严重过患，下面我们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罪业，看看自己造了这些罪业没有。特别是没学佛，从小到大我们造了哪些不予取的，要检查了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发怒忏悔。那么思维过患以后，下面啊自己检查自相之中是否有这样的罪业。第一，不予取三宝物，例如到寺院里面去，有没有拿寺院的东西。善事物啊，到善事家里用善事家里的东西啊。父母物，父母不开许的偷偷的偷取。国家物啊，这个国家的财产，这个啊偷税漏税啊，买票等等。私人物
把个人的财产。回忆一下自己从小到大，如到寺院里面，是不是用过寺院的东西啊？或者是损坏了不归还，损坏了没有赔偿，吃饭不给钱，或者到国家无坐车不买票，或者是偷税漏税，或者当月的财务做私人的事情，例如打私人的电话啊，公家的车啊私人开啊，拿公家的财物给私人所有，这都属于不义取，这是偷盗。第二个，对三宝物、上师物、父母物、国家物、私人物损坏不赔偿，例如啊，这个就是道士院啊，这个开法会用了僧众的东西啊，那么就说损坏了啊，那么就要尽量赔偿啊，用过了尽量啊，这个就说交点赔损费、赔损啊、赔损费用。第三个，对三宝物、上师物、父母物、国家物、私人物借贷不还，有的借了别人的东西就啊不归还了，或者拿了公家的东西啊就私人拥有不还了，或者即使是父母的，假如父母执着为自己借了不还，也属于不义取。想想自己造过这些罪业没有？还有偷税漏税、微取诈取，有的是权威取，例如啊，你当领导用单位的车、单位的电话、单位的东西做私人的事情。诈取，做生意的时候啊，小出大入啊，这个都可以讲是啊，也是偷盗。还有公款挪为私用啊，例如用自己的权利把公家的财物掏在自己的腰包里面，这些的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思维，不要以为这些说我的过失好像我不喜欢。那么假如有过失，我们不好好的发怒忏悔的话，他将来一定会承受果报的，不是因为你不喜欢我们就不说，为了将来不感受这些果报，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好好的思维，发怒自己的过失。有的是不懂啊，没有学佛不懂这个因果，现在学佛了就要知道啊，这个谨慎的取舍。还有种情况，因果差错，不是专款专用，特别是有的把公家的财务你管理的时候，本来是供僧的用来印经书或者供佛，供斋的用来买衣服啊，那么建佛塔的你把它印经书等等，这些就是因果错乱啊，那么这个也会感受它的果报。那么啊，这个包括前面还讲了，我们在单位上面啊很容易偷税漏税，还有啊这个就是不买票等等，这个都是啊属于不义取。那么思维了这些啊，这个就是说检查了罪业以后，下面我们就要在三十三宝呀这种所依对境面前，诚心诚意的发怒忏悔。以上罪业是否亲自做？自己亲自做过没有？教他做啊，让别人做，或者见做随喜。那么对这些，大家要回忆一下。
前辈子不记得了，这个啊，我们不记得，但是佛菩萨他们的智慧也照得清清楚楚，也要发露。这辈子从小到大，是不是造过这些罪业？啊，那么前面检查的时候已经思维了，假如造了，诚心诚意在三宝面前啊发露，观想一会儿，从小到大造过这样的罪业没有？是不是有过偷盗？然后真诚的在三宝面前，特别是金刚萨埵佛尊面前诚心的发露。因为金刚萨埵佛尊曾经发愿，只要众生造了罪业，在他面前诚心忏悔，发露忏悔啊，念他的心咒啊，罪业不清净的话，他誓不成佛，所以一定会帮助我们清净这个罪业啊。那么这样吧，就像把毒药吐出来一样，销毁这个罪业的种子。下面大家啊，这个就是自己啊，思维一下，回忆一下，观想在三十三宝面前把这个发露出来啊。好，思维啊，一会儿。好，再说一的对境就是三十三宝面前啊，这叫意志力，诚心的发露是破恶力。那么再要立誓反复，以前做错了忏前戒后，做错了以前不懂，那么要把它发露出来，戒后就要反复啊发愿，以后宁愿舍弃生命，再不能造这个罪业，就断除了罪业的相续。心中清晰的观想，并且发愿，今后绝不造偷盗不予取，欺诈不予取，权威不予取，不盗三宝物，不盗善事物，不盗父母物，不取任何有主物，纵欲命囊也不舍这个誓言。这里发了两个誓，第一个宁愿舍弃生命，再也不造这样的不予取的罪业；再一个宁愿舍弃生命，也不舍这个誓言，并且为了坚固誓言，观想即使饥寒啊、饿死、冻死，也不盗不义之财。下次任何对他人财物不爱惜的行为都要断除。借了东西要防，不偷盗，损坏了要照价赔偿，并发愿尽未来际要上供下施，饶益众生，供养三十三宝，不敬不偷盗，反而要行上供下施来对治不予取。这个也思维一下啊，能不能发这个愿，断除自己罪业的相续。好啊，这个就是通过发愿就断除罪业的相续。下面通过现行对治力，也就是说就像依靠医生打针吃药一样，我们通过行持善法啊，诵金刚萨埵心咒、百字明、发菩提心、修空性啊、上供下施啊、这个文思修行等等啊，那么把相续中的罪业得以清净。大家一起来念啊，这个108遍，这个就是金刚萨埵心咒啊，来就是观想金刚萨埵降下甘露，清净自他一切众生的这个罪业啊。那么仪轨就不念了，我们就只念金刚萨埵心咒啊。
我今属以持三根，成就金刚萨埵状，令诸众生无异于悉皆安置于此地。我于无边处有情，是怀是厌皆令尽，纯净来自菩提果，三昧也皆缘清净。树人的一他家在班里土雷你被在冷被随着结个了结把冷车班里这笔竹瑞竹瓦竹瓦修文书室里有门之不先回先一不然我今回向主上课随笔一切才学学三世诸佛说成大如是追生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上港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恒世间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殊得金刚持。